Hello， 哎呀，有一个穿了韩服的美女哦。今天我们到这个三清洞，然后三清洞的话是一条真的是非常适合文艺青年来的地方，然后是这种感觉。文艺气息非常浓重，有很多很特别的咖啡店、咖啡馆，然后还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。那今天我们从这儿进入韩屋之后，就要从这里有一条路可以上去北村韩屋村，我们现在要上去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里就是三清洞的街道，哦。然后呢，这条路就是要上上面北村韩屋村的地方。街道上去就是北村韩屋村了，这里就是韩屋北屋村，但是因为这是居住区，所以人非常多，不是要安静的说话，都在拍照，朋友在做。其实大家看啊，再从这边就没那么多，并且这边上面的话有一个是那个个人取着香的那一家韩屋，给大家看一看。看这边人很少哦，马上要到了个人取香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午餐。哎呀，这个饼很好吃，有泡菜饼，还有这个蔬菜的，这个是牛肉，各种盘餐，小盘餐了，开吃。这个荞麦饼很好吃，然后还有这个啊，烤肉上来了，啊，烤鱼上来了，很喜欢吃的哟，呜呼。给大家看一个特别有趣的啊，在三清洞这里，在死之前我想做富豪，有人说想去全世界潜水交男朋友，哎呦，还有人想成为总统财阀，然后呢日语我都不认识了，韩语的话认识，韩语的话有好多人写想跟谁谁谁结婚呢，哎呦好浪漫哦。看一下英语写啥了，Save Korean schools， 什么呀？他想要拯救韩国的大学校吗？这是什么鬼？来看一个涂鸦秀。